雨荨，恭喜你获奖。你们千万别被这个所谓的大网红给耍了，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雨海，你说什么呢？你不是说因为谈恋爱觉得很累，所以才跟我分手？为什么这么短时间又找了一个？我之所以跟他在一起，是因为他让我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的男人不都是像你一样的妈宝男。他不会在发生矛盾时永远偏袒自己的妈妈。你什么意思啊？我让你给我拖个地，你都不乐意啊？阿姨，我都说了，我是不帮，刚加完班很累，您先让我休息一会儿。你跟我妈干什么呢？赶紧听他，把地拖了，听见没有？妈，你别跟他一般见识，走，我们去屋里。呸！你这是刷的给人吃的吗？咸死了！阿姨，不好意思，我不太了解您的口味。一个小姑娘，连饭都做不好，真不知道能有什么用。我妈，人家雨荨知道你今天要来，特地一大早起来买菜做饭。就算你真的觉得不好吃，也不应该这么说吧？多伤人啊！我没事，妈，我给你重新做，你继续吃。不会像你一样，在二十多岁的年纪，没有任何经济自主能力。妈，转我3块钱，我买瓶水。你怎么3块钱都找你妈要啊？我当然得问她要了，我从小到大都是我妈帮我管钱，我所有工资全在她那儿。喂，妈，买车的事我跟雨荨都商量好了，我赚钱自己能做主，您就别操心了啊。走，我们进去逛逛。嗯。你好，我们是来买车的。好的，请问你们的预算是多少呢？15到20万吧。那跟我来吧。刚刚荣威全新亮相了两款神奇动物潮感电宠龙猫与仿生智驾生命体鲸，您可以看看这款轿跑 SUV 鲸，很适合两位独立自主的年轻人，开着它到处旅行游玩非常吸睛。它的外形灵感来自深海巨鲸的流线美，你看着鲸纹、呼吸格栅、扰流灵动尾迹、鲸鳞经济后视镜、能量海底之眼 LED 灯，都运用了最时尚的仿生设计。哇，真的好像一条在深海遨游的鲸鱼啊。那我们到车里看看。这台车不仅颜值高，智商也和鲸一样高。 NGP 智驾领航系统在高精地图覆盖路段能跟随导航自主上下匝道切换车速，还有 ALC 自主变道、 ILC 大型车辆智能避让等超多技能，构成一套逐步实现全场景轻松安全智能驾驶的思南智驾系统，和这位先生一样有主见。但是车动力怎么样？动力这方面您放心，鲸采用了澎湃的巨鲸远航动力系统，搭载海洋之力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配以平顺丝滑的加速法，爱信 8AT 变速箱，驾控感受没话说。另外，这款鲸的超高强度龙式车身能有效保障出行安全，给这位女士宽厚的肩膀。对了，鲸还搭载了超好用的 RPA 手机遥控泊车系统，到外面给您演示一下。你可以像这样在 APP 上选择 RPA 遥控泊车，从容下车，鲸就会自己停在车位里，酷不酷？这个 RPA 系统能停进去就能开出来，取车时无从下脚，启动这个技能，鲸会自动从车位中探出半个车身，方便驾驶员上车，告别上下车困扰。哇塞，这么厉害，听下来这只鲸的自主决策能力好强啊。黑子，我觉得像你这么独立有态度的人开这辆车正合适。这车现在什么价格？这车一共有三个配置，先享价白金版16.68万、虎金版17.58万、蓝金版19.28万。通过上汽荣威 APP 支付2000元定金就能抢先开始养鲸。荣威还为您这样年轻有为的消费者准备了终身原厂整车质保、2年7-8折保值回购等7大惊喜。行，那我们就决定买这头鲸了。他更不会没有主见，任何事情都听妈妈的意见。雨海，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啊？哎，我妈说还没决定呢，再等等。哎，咱们俩的事为什么让你妈妈决定啊？你吼什么？从小到大都是我妈帮我做决定，她做决定就不会错。行，那你下班和你妈过去吧。儿子，我感觉雨荨不是很适合你哦，要不你还是趁早跟她分手。妈，你重新找一个。妈，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我这辈子只想跟雨荨在一起，请你尊重我的选择。说得这么清楚，你可以走了吧？等一下，妈，你这个女人竟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污蔑我儿子是妈宝男，我跟你没完！我污蔑他？行啊，那我就陪你好好玩玩。